哎，你们看，这个很像是我们在那个 U bike 的道路才看得到的、啊，一条一条的，这个就是了吗？还是没事。马达马达机，行。Hello。很硬哎，要怎么样把它拔起来？哪里有？哦，哇，它真的很重啊！它的头，这个是头吗？这个是头吗？这是薯条妹子啊！是，是，薯条妹子。它的头很不像头哎，你看，那拔的是薯条妹子啊？哎，真的是往右的呢，你看看，往右偏。可是它的头。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小飞象，有没有？它有一个长长的鼻子，然后眼睛好小哦。然后它的重量没有，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重，就像是那个歪头龟的头，歪头龟的头，它的颈部啊，没有像是我们那个一般看到的乌龟一样，因为一般看到乌龟它只有那个乌龟头比较大，然后颈部是比较细的。可是你看这个歪头龟。它连颈部都是粗的，直接粗到头顶这边。其实它很蛮乖的、啊，蛮温驯的。哦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刚刚那个，不，碰到。它好像外星人哦，有点像是外星人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呜，把你吸过去。我现在碰到它的。这个脚的皮，它有一种，你看它这边有一个鳞片哎，而且它的鳞片的那个组合很像是我们剪掉的那个指甲，对不对？你看它一片一片的，然后摸起来是软的，软软的，嫩嫩的，有点像是碰到鸡，跟鸡的触感是一样的。相信喜欢养殖乌龟的观众朋友看到这里，绝对知道所谓的 mata mata 就是枫叶龟啦。可别看它懒洋洋，没有什么杀伤力哦。告诉你，这家伙觅食的方式就是等猎物靠近的时候，会像一台吸尘器一样张开大口将猎物吸入。这么狡猾的家伙，大哥竟然说要拿最大的给我看。哎，不用玩这么大吧？太没错了。可以，我这个有效，我这个有效，不要过去，这个有效，来，你自己安全，知道吗？好，把你的脚磨一磨，随便磨一磨，啊，对，磨一磨，来，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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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好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地方，不咬你。啊，该用了，啊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只，这边怎么那么深？你看看，哪里哪里？好痛苦！哇，这比我刚刚看到的还大只！等一下，抱起来，哦，这个抱起来是有重量的。大哥，这个算很大只的了吗？哎，这我们给他一点心。而且这只啊，它的头歪的比较不明显，所以比较可怕，因为不知道它会去哪里咬人。你看它左边也可以，右边也可以。大哥，这只怎么好像没有那么歪 ？No, what's a different pattern? 啊，你看这只有多大，完全可以把我遮住哦。你看，我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不到我。